避免跳，拜托，可以了，好，有，好了，可以了，看一下，哎呦，有哎，会咻，会咻，这个会咻，会咻，会咻，避免跳的感觉真好，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，避免跳的感觉真好，那我们这里也要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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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到未知的领域，我跳，检查这个。停战协议能在，我们能在守夜，野兽不能犯境。这里面有东西吗？哎，感觉很危险，感觉会死，感觉会死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我会死在那里。我应该先去找其他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个。好了，跳过去了，跳过去哦。这里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秘密通道？哎，有避免跳都跳不上去的秘密通道，太秘密了！不行不行，真的跳不上去。白来了白来了，这个是什么果实？这是什么？我以为这是什么神奇之树哎，好像不是哎。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以为是神奇之树有没有？哦呦，等等，这里很神奇。好，可以了，没有人阻挡我们了。避免跳跳跳跳跳跳跳，噔，又捡到一个漫游者日记。我走出来了，然后白进去了，先去那个好了。我想说，先去火车站坐一下好了。我到了，到了，哎，不是这里，到了，到了。好了，不管了啦，先叫鹿角虫来了。鹿角虫。哎，我没有要上车，叫爽的而已。叫你不用钱吗？叫你不用钱啊？不要啦，上去一下好了。不是这里。有，感谢你给我游历国土的机会。好了，感谢，好不好？巴拉巴拉，先去买东西啊，先去把那个上层的买完。一直买东西，然后就复苏了。巴拿拿拿，同病标记啊，买了，买光你啊！好了，有没有？我是消费大户哎，虽然都卖完了，我是消费大户哎，有没有？消费大户，再回去啊！主要是想把钱花完而已，就这样而已。死掉的时候比较不会这么心疼，就只有这样而已。螳螂村正下方吗？往下走看看，螳螂村那个底下有一个洞，有没有？应该是那里吧，那里很有机会。去一下好了。这里能跳上去吗？哎，好像有机会咯。哎呦，等等，碰到一下就回来哦。哎，屁啦！哎，好难哦！我不要跳到对面去好了。啊，过了。噔。砰！来了，干嘛？滑，没了。啊，你骗我，我有被骗的感觉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有没有？螳螂村的勇者不是盖的。我其实对螳螂村保持敬意，好不好？对螳螂村保持敬意，他们很强。
中间这里应该可以跳下去。哇，太远了吧？还被挡住了。是这里吗？这里感觉有光欸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力气打下去哦。这里应该可以避免跳，对。哦，要从里面哦，就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再爆就要死了。我冲到这里，冲到墙壁，开始跳是不是？刚刚我冲到墙壁之后，没有马上跳起来，感觉就要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好了好了，走一圈的啦。就为了开这个门？应该不是吧？应该不止吧？螳螂村开门了吧？开门了，开门了！哇，哦哟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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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是我只有一滴血，这是不是搞错了？开门了，开门了，开门了！可是我只有一滴血，这里要回去。回去我也会怕欸。好了好了，补一点，补两颗，让我跳回去坐椅子好不好？哎咻，这个我有跟你讲过话吗？你肯又见面了，你肯定见过村子部落的人吧？含蓄点说，他们不太相信陌生人，但他们也不是粗人。空气中的瘟疫蒙蔽了心智，但他们抵抗住了疾病，他们依然身怀睿智和荣耀，当然保存他们致命的传统。朋友，给你一点建议，如果你想挑战部落首领，那你的盾骨钉肯定没办法负担这重任。附近的城市是圣朝的旧首都，听说有一个钉子匠住在那边。去找那只老虫子，说不定你战斗会轻松许多。哦，我都整个打完这里，还没啦。他叫我去升级骨那个剑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在你后面。他们真的很强，我感觉我要死在这了。超扯的。他们真的很强啊！哎呦，完美跳过！喂，能不打就不打。你们在哪里？路在这，能不打就不打，通通跳过。我的人在下面。能不打就不打。哎呦！还没遇到，这么惨哦！我都要快遇到我的椅子了，不然先坐椅子好不好？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他飘过来了没？哦呦！等等等等！我又泡温泉了，气死我了！啊，吸收吸收吸收，竟然在椅子旁边等我，那我要走回去咯。哎，这里可不可以跳回去啊？不知道哎，我们走看看好了。
我现在多一个技能，有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原本走不了，现在多一个技能。来来来，有，地面跳嘛，对不对？有机会的嘛。哎呦哎呦，好了好了，有了。来看看来看看，地面跳来了。我跳，这里好难跳。我跳，哎咻！哎，它其实可以向上冲，不是吗？不行，它只能向下而已。看来好像不是这里。好了，不跳了，干嘛这么辛苦，对不对？一定有东西还没学到。你看这些香菇都在撞墙，哎，还要我救他们，让他们脱离苦海。撞墙菇啊！近期好像有一些宣传短片，大家可以去看。我们要去挑战那个开门的这里，对吗？这里下面感觉很多竹笋，很多竹笋。哎，这里过不去。哎！我天哪，你们！怎么那么邪恶啊？哦，可以站，就不用紧张。先喷给他一次有没有？减少我打斗的时间。过了。我应该开一下这个，对不对？减少我打斗的时间，以后就可以直接从这来了。哎、欸，等，跳下来了，我应该不要跟他打了，走人。哦呦，他穷追不舍，哎，都不想打了，他还要打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干嘛？他怎么那么无耻？他把他关起来了。这个卑鄙小人，要怎么去扁他？我好想扁他哦！我好想扁他哦，超级想。哎、欸，咻！哎、欸、咻！跳过来了。哎、欸，这里又有一个。开哪里？开这里。好，以后可以从这边走。开这么多门有用吗？好了，又开了一个。要去哪？哎、欸，啊哦！哎哎啊！最后一滴了，下面也没路啊。哦，下面这个有路是不是？好像有哎、欸。啊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原来这里有路。不远没路哎、欸，我刚刚真的以为没路哎、欸，咻，勉强又开了一个门，哎、欸，我们终于到竹笋了，我们到底了，我们到竹笋了，这里可以挑战了，我们终于到竹笋了。不是吧，我两滴血要挑战什么？
噔噔噔，螳螂领主。哎哎，我要死了！我砍了他一下，我值得了，两下值得了。哎哎哎，等等，我自己去撞了，我自己去撞了。哦，原来在那里哦。哎，可是这椅子好远哦，好累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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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哎哎哎哎哎呦哎呦，这个都是来得太突然了。哎，我现在没有一下不接的，每一下都接中，哎，有没有？他的命中率100%，有没有？命中率100%，刚刚我是摇杆坏掉了。我怎么觉得我按的每一个移动，他都没有理会我，摇杆坏掉了。哎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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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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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撑过四分之一了吧？撑过四分之一，哎，太贴近了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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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晚了。花钱时间补了一滴血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呦！哎，太晚了，太晚跳。哎呀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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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哎呦，我还以为我要撞到他了嘞，吓死我！哎呀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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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没闪好。没回到，他不太冲击我嘞，他都在旁边丢圈圈了，这么无耻，这样不行啊！赶快下来啊！下来冲击啊！冲击没错，我要的是冲击，不是在你丢甜甜圈。冲击，来冲击！有啦！不会说第一只吧？哇，果然有第二只哎、欸！我的天哪，这要玩什么？哎呀，好痛！哎，呦呦呦！
不容易哦。我以为旁边两个是装饰品，想不到真的要打。有了有了有了，第一个人过了，补血，等一下补血，这时候补血错的。回咻，好了过了。哎呦，哎等一下，我以为会过。快的，哎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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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我太接近他了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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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错，要死掉了要死掉了，这是慢的，哇咻，好，哎、欸，太快了，这是慢的。咻！我在这边喘气耶！哎，碰到他了！我本来以为我要过不了这一次了，我们要打了第二轮季后赛，等一下按到什么了？我要打入第二轮季后赛，哎，可恶，刚才都太急躁了。稳稳的，稳稳的，好不好？稳稳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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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稳稳的，稳稳的，哎、欸，可恶，火焰满血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过去有什么种种的，都与我无干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凶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闪过了，闪过了，小心小心。硬是去撞他了，哇咻，哇咻，他们应该是一起没力吧？哎、欸，还是被碰到了，应该要在旁边跳的。哇咻，哇咻，慢的慢的，啊，是快的，错了。没损血就好。哦呦哦呦哦呦！去死吧，螳螂鬼！啊，没回到！哦呦，差点中标了！补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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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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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好好，各砍一刀，补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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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！啊呦！可以的！
只剩一只了，没有理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没有理由不行了啦！哈哈哈！噔！哦，我过了，过了之后呢？你等我什么奖牌？啊？什么东西？走过去了。哎呦！等等等等，你们就这样让我过了？还可以再挑战是不是？哎，没有了，他们自知理亏，认输了。哇，哎，我的骨钉没升级哎，不重要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不重要嘛。